彻底新增金字塔尖能量护盾，可以用能量值抵挡伤害，只要你的身上有能量就可以优先用它抵挡伤害，在满能量状态下最多可以抵挡50点伤害。如果搭配紫色插件能量满溢和指挥官护盾，那简直就是移动坦克。什么问题来了？能量护盾加能量满溢再和什么搭配最好呢？新版本选这个插件，跑着跑着就能满血。抽屉新增蓝色插件，移动恢复，移动时可以恢复健康值，每次移动可以恢复3点。这么看好像没什么，但跑着跑着你会发现这个健康值恢复也还挺快的。然后是这个插件，共同成长，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懒人插件，队友最高多少级你就会同步到多少级，你学会了吗？哦对了，还有一个新的警察碎片子弹，可以直接击倒健康值较低的敌人，这个在某种情况下还是挺好用的。拜拜。